B 三凝胶喷雾提供感官变化，配方应用小示范，从固态凝胶变成喷雾一滴。DIY 配方组成与思路，利用卡波姆胶体型号940形成非牛顿流体，具剪切变稀特性，受力后从凝胶固态被喷头剪切变稀成液态，形成喷雾。活性部分以维生素 B3 代表，对美白、抗老、痘痘、控油、舒缓、保湿与肌肤屏障功能都有帮助。调配 A 项，将 B 项加入 A 项，调配 C 项，将 C 项加入 AB 项，确认 pH 值，之后冲填入瓶器即完成。补充并不是具有剪切变稀的属性就可以，包含浓度、分子量大小、分子结构、喷头压力、喷嘴形式等都会影响喷雾的状态。如果喜欢本影片，请帮忙按个赞加分享，并订阅本频道。小提醒，记得按铃铛，不漏失最新影片。